肉蒸牛肉，白菜炖豆腐，蒸馒头，大花饼等等。还邀请到了中部战区陆军的战士飞行员们，他们使用野战飞行车为大家烹调了极具冰味的一些野战食品，有肉蒸牛肉、白菜炖豆腐、蒸馒头、大花饼等等。前进的道路不会总是一帆风顺，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。我们坚信路虽远，行必至，事虽难，做必成。